海棠为什么不快回来？再不回来，程世飞就没救了。海棠，郡主，海棠，你终于回来了，我还以为你不回来了。海棠说过会回来，就一定会遵守诺言的。那雪莲呢？雪莲找到了吗？已经找到了，程世飞有救了。哎呀，郡主，别动！为什么？有两个海棠？那个海棠是假的，你别信他。贼喊捉贼，郡主，他才是假的，我才是真的。海棠，你们两个长得都一样，我分辨不出来呀。郡主，这个人就是有仪容功夫独步天下的千面郎君，他的仪容以真化境，他能在半杯茶之内化作324个不同的脸孔，也能在一个时辰之内乔装成1263个人物。天下没有一个人是千面郎君不能装扮的，也只有千面郎君能任意乔装成每一个人。所以要变成海棠也是易如反掌。没错，千面郎君，你已经露出马脚了。他是千面郎君，为什么？因为天下没有人见过真正的千面郎君，也没有人真正了解他的本领，何况他的真面目呢？所以只有真正的千面郎君才知道自己是什么样的。所以你才是真正的千面郎君。郡主，他是一派胡言。我们护龙山庄藏有万千卷宗，而且情报遍及天下，想要知道区区一个千面郎君的真面目又有何难？没错，我也听说过皇叔能够知道天下事。护龙山庄有个奇能也不足为奇。郡主，你别被他夸大的江湖传闻所误导。试问天下之大，奇人异士何其之多，就算是义父和大内密探，也只是普通凡人，怎会尽知天下事呢？除非我们是大罗神仙。对呀，只有神仙才能够知道天下事啊。郡主，郡主，我们不是约定海棠到进宫大内偷取天山雪莲回来医治程世飞吗？海棠现在已经把雪莲偷回，郡主一看便知我是真正的海棠。对啊，只有雪莲谁才是真正的海棠。郡主，看看海棠偷来的天山雪莲，便知道谁是千面郎君。好，郡主切勿轻举妄动，你一动便有杀身之祸呀。这个人除了易容术了得之外，暗器功夫也到了无人之境，他身上有153种武器，可以神出鬼没地应用出来，杀人于电光火石之间。你笑什么呀你？如果在下真的是千面郎君，有这么厉害的话，郡主早就没命了。这一点不难解释，你早就知道海棠师承无痕公子，暗器绝技冠绝江湖。更重要的是，你知道我的暗器早已瞄准了你。郡主，他骗你过去，只想用你的身躯挡住我的视线，那么在下的满天花雨洒金钱就不能瞄准他，到时郡主就有性命之危了。千面郎君果然阴险，不但会易容术，还会含血喷人。郡主，我真的是要掏出天山雪莲证明我是海棠，并不是要拿什么暗器。想发暗器是那个狗贼才对。好了，都不要吵了，我不知道谁是真的谁是假的，不过谁有雪莲就应该是真的。郡主，他身上一定没有雪莲，雪莲在我身上，他只想骗你过去。千面郎君，你不要乱来，否则我海棠要你身上无一处完整。对，谁都不许乱动。郡主，我现在谁都不信。好好，为了慎重起见，我数三声，三声之后你们同时拿出雪莲，谁能拿出来谁就是真的。好，一、二、三。有两个海棠，两个雪莲，我都快被搞糊涂了。郡主，他的雪莲是假的。原来千面郎君除了易容功夫了得，连心事也细如微尘，早就准备了假雪莲来骗郡主。啊！我没有心情再跟你们胡扯下去了，程世飞都快没命了，我拜托拜托
当日程世妃接受考验一事，你记得？当日你为了程世妃的安全，千方百计令皇上下了圣谕，让你和他一起去参加考验，让神侯不要太为难他。之后程世妃连闯四关，结果都失败了，就是因为他以为你被俘了。后来他一怒之下离开了你，你太过牵挂于他，就让我在20天之内把他找回来。这些事情海棠最清楚，你说得出来，你是真的。郡主，虽然狗贼的眼线遍及朝野，但他们想知道程世妃怎么闯关并不容易，可我能说出来。当日郡主和程世妃闯过第一关之后，她受了伤，是我送给她九花玉露膏，但是一旦混合上酒力之后，就变成媚药了。对，你也说出来了。郡主，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辨认出真假海棠。啊，什么？快说。你记得那天你给我的玉德池地图吗？记得，还在吗？那张地图是你亲手画的，就算再有赝品，你也一定能分辨得出。对呀，赶快拿出来啊！郡主，海棠被这狗贼一言惊醒，我身上就有可以证明的地图。糟了，一定是换太监服的时候掉了。怎么了？找不到地图了？当然，你也不是真正的海棠，怎么会有地图呢？郡主，你画的玉德池地图在这里。啊，分辨出来了。郡主，地图是假的。还在垂死挣扎。郡主快过来。郡主别过去。狗贼，幸好我没有信错人，原来你才是千面郎君。错了，是郡主你信错人了。原来你才是千面郎君呐。刚才海棠向郡主发出铜钱，是想制止郡主跑向小人，但同时却制造了机会，使小人有机可乘。郡主你是错怪好人了，这地图根本就是白纸一张。郡主别跟他说那么多，事到如今只怪海棠来迟了一步，一副教诲内密探宁死不如，海棠先走一步了。不要啊！不要啊！前面老君要把你全身的皮肤剥下来做成人皮灯笼，天杀的！现在上好一副白皙细滑肌肤都会糟蹋。死了吗？是食药夫人给我的黑面丹用来骗人的。啊，我知道了，就像小毛虫遇到袭击就会全身变色，就会死。是啊。哎，事不迟疑，我们赶快去救程世妃吧。嗯，走。哎，慢着，干嘛？很奇怪。怎么奇怪啊？你没觉得周围静的一点声音都没有吗？对，好像连鸟叫声都没有啊。哎，是我们杯弓蛇影吧？希望是吧。两位，我们在此守候已久。哼，想不到臭虫也学乖了，懂得把身上的臭味收起来了。道只有你们才有脑袋吗？喂，我是郡主，我看你们敢胡来。郡主快要成为死人了，又有谁会告诉皇上是五毒所为？臭虫，识相的话就把我们放了，否则你们的下场和千面郎君一样。杀我的兄弟还敢拿来开玩笑，今天蜘蛛就让你们一命换一命。又来一次，我没办法了。海棠既要对付五毒，又要对付千面郎君，一刀怎能不来？是皇叔派你来的。是一刀向天涯及海棠学习，不按规矩办事。你手上的伤？啊，
我早已点穴止血，没事了。好了，我们赶快救程世飞好不好？他现在躲在隐蔽之处。他们又杀了我们一个兄弟，由得他们走吧？他们走得了吗？没事吧？啊，没事。走啊，快点，快点。那使刀的用内力逼出了蜘蛛的蛛毛。可惜已经太迟了。蛛毛剧毒无比，一旦被刺中，毒液将会迅速渗透五脏六腑。管他什么大罗神仙，也难以活过一个时辰。看来他们是由此小径而走，追走。程世飞，我带天山雪莲回来了。陶公和陶婆婆，你们怎么了？郡主不要，他们身中剧毒而死，毒性还残留在身上，一旦触到你也会中毒。程世飞，程世飞，程世飞，郡主你冷静一点，我先检查一下。他怎么了？他的湘西奇毒提早发作。那天山雪莲也没有救了吗？要把雪莲研成粉才能喂它，现在研太晚了。雪莲，郡主，把雪莲拿出来，我命令你。郡主，你不能这样喂它，它全身都是毒，你一旦碰到它，自己也会中毒的。不要啊，郡主，你不要这样，你这样只会害了自己的。海棠有责任保护你，你不能这样的。看来郡主主意已定。海棠若是阻止程世飞施救，那么郡主只会一生痛苦。如果郡主一意孤行的话，海棠只有成全你了。我去对付他们。你还没有死啊？你对我讲这句话，已经是死罪。一进运刀，只会加速身上猪毒发作。更何况你们雪莲已经用完，世间再没有旷世奇药能把你救活。蝎子，多说无谓，全部送他们上西天，为咱们兄弟报仇。好。变成疯子了，这比死更痛苦啊！就是疯了，一样要死。好像有股内力，要破体而出。这是，这个就是正宗又正宗的少林大力金刚拳。
事了，我现在体内有一股使不完的力量，比吃了十全大补丸还要厉害。看来是天山雪莲发挥神效了，不但能治奇毒，还能让你功力倍增。一刀，你怎么了？扶他进屋。程世飞，你服下雪莲可以抗毒，你检查一下他是不是已经毒气攻心了。知道。哇，好多刀痕呐！这个木头人总是怪怪的，他不会拿着刀自己砍自己吧？这些伤痕，莫非是？自己死。那你呢？我没事。不会吧，你被草狗的天罡元气击中，怎么会没事呢？他为了保护我，被曹正淳的天罡元气所伤。海棠，你看看他，有股黑气正窜回他的心房。程世飞，靠你了。尽管吩咐。趁你身上的雪莲还没被完全吸收，用你的血喂给他喝，可以减他身上的剧毒。怎么会这样呢？别浪费！我程世飞呢，平时什么都少，就是血多。不要紧的。黑气真的退去了。天山雪莲果然是旷世奇药，希望你过了今晚可以好起来。别说出去啊！原来玉本一直都没有丢，只是被一刀给藏起来了。为什么他要这样呢？当然是对你有益啦！郡主，从那一刻开始啊，郡主已经不再是郡主，只是云罗。海棠，你比我年龄大，你叫我妹妹，我叫你姐姐。
刀，你醒了？哦。啊。你熬过了昨夜，应该没事了。海棠昨晚整夜都在照顾一刀。你三番五次的舍命救我，我照顾你也是应该的。一刀，其实你真的犯不着。我们是拍档啊，不是吗？就这么简单吗？我知道，当日你为我挡了曹正淳的天罡元气之后，你身受内伤。你明明知道七色紫罗可以解你体内的罡气，但你仍将唯一的紫罗给我了。你怎么知道只有一颗七色紫罗？如果有两颗的话，你为什么自己不吃呢？你宁愿自己身受内伤，也要先救我。我知道我自己绝不会死的。但如果你自己早吃下的话，那五毒根本不是你的对手，你也不会身中猪毒，还几乎送了性命。一刀，海棠根本不值得你对我这么好。我明白你的意思。这样吧，等你恢复了元气之后，我们就回京见义父。爹为何要哭？爹心痛啊。爹为何心痛？爹的一刀已不再是一刀。一刀永远是爹的儿子。一刀不再是归海百炼的儿子。爹，归海百炼的儿子该是一柄锋利无比的刀。一刀仍然锋利无比。不，一刀已不再锋利，一刀已经被锈蚀，一刀早晚都要被折断。孩儿不明白。感情。感情。武者要达至最高境界，切忌动真感情，否则感情便变成了武者的铁锈，把武者的心慢慢锈蚀，意志慢慢消磨，一如铁锈侵蚀刀剑一样。任你武功如何高强，只要动了感情，便早晚注定一败涂地。古三通就是最好的例子。一刀仍然是冰冷无情的刀啊。真的吗？一刀对海棠产生了情愫，这就是感情。一刀刚才不是心痛吗？一刀只是毒伤未愈。不，是海棠拒绝了一刀，一刀觉得心痛。一刀，你放弃吧。我放弃什么？放弃为爹报仇。不，一刀曾起誓过，不为爹报仇，绝不甘休。一刀已有后顾之忧，遇上强敌只会白白送上性命。不，一刀不会白白送死的，一刀一定可以替爹报仇。不要骗自己了，再见了，一刀。爹，不要丢下我呀，爹。爹不想看着儿子枉死。放弃吧，
一刀，爹！一刀不会白白送死的，一刀仍然是把锋利无比的刀啊！爹，不要丢下孩儿，不要丢下一刀，爹！ 这里有这么多种武功，随便挑一种学会它。哦，你忘恩负义啊！哎呀，郡主，你的感情太难还了，有多少的还不完，白天要报恩，晚上要报恩，迟早要弃之身亡。你不如学会一种武功，一掌打死我算了。哎，我叫你姨娘，这是天大的恩惠啊！ 嘴，我架不出去了。你这样随便考个鸡，翻个跟头，说个笑话，就想报恩呢？说得过去吗？你开个价。什么价？那长痛不如短痛啊！你一次告诉我，让我究竟做多少件事情。不过说了就不准改口了。好，100件。不可能。80件。太多。50件。你杀了我算了。那你说要多少件才合理嘛？嗯，3件呢？多了吗？那。
我都会帮我做到，只要不是伤天害理的事情就行啊。那没有实现，你说了算。大家一天不死，冲锋一天有效。好，好，记账为是。接下来的日子要怎么过？现在的生活才适合我程世飞啊。那你不回护龙山庄当大内密探了吗？我只想着天大地大，我想去哪里就去哪里。啊，我知道你帮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了。这么快就想到了？我要你回京城当皇子第一号。我不回去。你不守信用，程世飞，你不要再跑了。你不要追了。你不要再跑了。你不要追了。海棠，怎么你一个人孤独地坐在这里呀？啊，一刀已经走了。啊？这个人可真是一个木头啊，平时都不爱说话，连走了也不讲一声。下次我见到他的时候，我帮你骂他吧。坏了坏了坏了，连海棠都不爱说话了。哎呦，这……哎，你不要跟了啊！现在煮饭，我回来就要吃了。干嘛神神秘秘的？大内密探当然神秘了。我才是大内密探呢，你是吗？哎，你说呢？是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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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。哼。是我大哥教我的。哦，那我知道你的心是向着谁了。你别乱猜啊，我大哥已经有妻子了。我没有乱猜啊，是你自己的神情出卖了你啊。你放心，我不会向别人乱说的，包括你的女儿身份啊。嗯。啊，以前啊，我以为每个大内密探都是毫无感情的行尸走肉，没想到都是常人一个。但是我们的路比常人难走百倍。哎，你没有想过要脱离护龙山庄吗？没有。但我们三个人之中，大哥是最幸福的。那你跟一刀表白之后觉得不开心，是因为觉得伤害了一个已经很不开心的人吗？要说命苦的话，一刀最命苦了。哎呀，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勉强不来的。所以我很想永远留在这个桃源谷，抛开所有的世俗烦恼，那该多好。嗯，我也是啊。只是我生来就是皇族，想要逍遥，谈何容易啊。对了，程世飞愿意和我们回京城吗？嗯，他肯做大内密探了。嗯，你有什么方法让这匹野马就范的？办法就是两个字：云罗。你呀，故弄玄虚是吗？好，我告诉你啊，我跟程世飞啊开出条件，要他答应我三件事，而且承诺是一生一世，他竟然完全不考虑就答应了。一生一世的承诺？程世飞虽然是市井出身，但他不是傻子，不会开着玩笑就答应你的。他美其言啊，当然是因为我救了他一命，他要报恩。可是我知道啊，他是想找个借口留在我身边。嗯，那我当然就不拆穿他，顺水推舟，继续让他留在我身边了。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心思细密啊？对呀，
我好像长大了不少啊。看见你们俩这么幸福，我真高兴。海棠，你也会找到你的意中人的。谢你们收留云罗和程世飞，你们的死啊，云罗难脱其咎。不过，等我回宫中啊，我会向皇兄禀告，封你们两个为义士的。陶公公、陶婆婆，我真的是无心伤害你们的，一定是那两条臭虫了，他们是曹公公派来的人。我程世飞说过，一定会替你们两个报仇的，你们两个安息吧。本侯正式赐你大内密探令牌，接过令牌，你就是护龙山庄天地玄黄四大密探中的皇子第一号。从这一刻开始，程世飞，你就要尽忠朝廷，以诛恶除奸为己任。请皇子第一号敬手。身份不同了，连态度也不同了。多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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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是紫白碧玉啊！等哪天没钱用了，把它卖了，都够救命了。令在人在，令失人亡。申虎，你为什么整天这么严肃啊？轻松一点，做人要开心一点。程世飞，不得对申虎无礼。哇，木头也会说话呀！你想要捣乱？不是，大家轻松一点，不要搞得这么神神秘秘的，死气沉沉。大家都是人嘛。龙山庄乃庄严之地，不准放肆。我现在是皇子第一号，给点面子好不好，牧童人？咦，这么想打架呀？我是古三通嫡传大大大大弟子，想打架？来来来来，算了，一刀说他还有事要做，别跟他计较了。今天接令仪式完毕，后堂设宴，大家进去坐下来，轻松一下。轻松一下，听到没有啊？哎，申侯大人啊，后堂有没有歌妓啊？有排酒就更好了。海棠，这次辛苦你了。这是海棠分内的事。曹正淳一直把我们视为眼中钉，时刻都想来破坏我们护龙山庄。本王已经收到情报，他在招兵买马。其实我们护龙山庄并非等闲之地，他想加害我们谈何容易？我反而担心，他早有谋朝篡位之心，还会向皇上下手。我也很担心。哎，说的也是啊，皇兄身边的奴才全都是曹延狗的人。哎呀，皇兄真的是身处险境啊。大内事务一直由东厂负责，就算本王想派亲信到皇上身边，也是无能为力。我倒有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。云龙有办法，不过就要难为我们的皇子一号了。什么千面郎君、山西五毒，妄称一方之雄，竟让一个臭丫头和小混混给干掉了。饭桶，全都是饭桶。禀报督主，刚刚接到消息，听说云罗郡主要出嫁了。云罗郡主要出嫁了？她要嫁给谁？听说是一名来自交趾国的王子。交趾国的王子？交趾国在哪儿啊？你知道吗？哎，你们没念过书啊？全都是饭桶。滚，下一个。皇上。
能大点。是。你怎么连小泽的三成都比不上啊？哎，你要行刺朕，滚！奴才该死。怎么就没一个人像小德子安得那么舒服呢？帮我这样改变造型，是不是想让我站在门口帮你们宣传护龙山庄啊？这是交趾国的庄束，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交趾国的王子了。为什么要我做交趾国的王子呢？因为要门当户对啊。是什么门当户对？因为你要嫁给我呀。嫁给你？程世妃，要是嫁给我的话，就可以在皇兄身边保护皇兄，那曹岩狗就不会伤害皇兄了。你们全都同意？一开始我也觉得有点胡闹，不过细一想，不是没道理。况且交趾国国王同我私交甚笃，他已经答应我要收你做私生子，而且国书都已经送来了。还要我变成一个野孩子？那我不是太可怜了啊！这是你成为皇子第一号之后的第一个任务，许胜不许败。你们这样还不如一张大